因為或者你未見過一個咁大個台啊，或者點，唔可以咁諗，你一定要同自己講，我係得嘅。如果你哋唔得，你唔會行到嚟呢度。咩搞到肥媽大動肝火啊？原來係中年好聲音三大灣區嘅選手彩排時唔夠信心，聲都震埋，表現大失阿媽期望，令到佢忍唔住要向各位訓話。海選睇佢哋係好噶嘛？喂，大佬，我哋川州過省又落雨又成去睇佢，叫佢翻嚟好開心噶嘛？佢死唔死啊，大佬？你都個個跌咗成三四十個 percent 水準咯，你唔鬧佢咩？係啊，個驚驚驚咩啫？你對住個鱷魚啊，對住個河馬咩？對住個大笨象嚟將咩？對住個獅子老虎咩？係。咁原來佢哋係要你要話俾佢聽，要俾信心佢。佢行到上去就已經咁樣震啦，唔得噶嘛！你震到個喉嚨都已經，喂，有乜可能係走曬音啊？我如果你咁樣唱一早咁樣唱，我哋點會閃到你出嚟啫？星期日播出的《中年好声音三之决战大湾区》，其中十位大湾区选手会上场，当中包括参加过亚洲星光大道的黄文涛。面对熟口熟面的评审，他反而觉得压力都挺大，但是见到一班亲友主动拉队来现场支持，令到他感到很窝心啊。好久之前都曾经参加过歌唱比赛，是几多年前啊？哇，耐了，七八年到啦，七八年左右，真係好耐啦。評審之一亦都係周國峰老師，係咪？係啦，再翻嚟嗰個壓力，你係無形之中，你覺得你唔衰或者唔可以衰。係，頭先你提到話好多屋企人都有喺度啦。佢哋係因為睇咗啲宣傳，跟住咧就WeChat 我，跟住就同我講話，你係咪咩啊？我嚟撐你啦咁。海選時，因為把聲似女仔的男生高飛令人印象難忘，佢都接納評審的提點，決定用女歌手的歌曲出戰啊！是不是自己通常都是聽女歌手歌多一點？都有，但是呢可能我自己比較喜歡是抒情的慢歌多一點、哦、所以這隻歌呢是我選來呢想送給我自己的家人啦，還有我的好朋友啦，祝福他們啦，祝福他們。作為前兩季中星鐵粉的梁文君，熟讀節目內容之外，本身他經常幫網紅或唱片公司唱 demo， 唱功有翻咁上下。他揀了譚輝自己一首出戰歌嚟展現自己的唱功啊！今次你揀了一首咩嘅歌咧？歸來吧。哦，哇！佢唱呢首歌的時候好，我覺得他真的唱得好，我都聽到真的係咪？另外，節目請到毛啟賢擔任嘉賓評判，幫手揀出大灣區十二強，再度翻嚟中星做評審。毛啟賢好開心，同選手分享唱歌經驗，同時亦可以同肥媽等老友聚舊啊！今次阿毛老師，你係咪做我哋嘅固定嘅評審，定係嘉賓評審就個身份？問下志偉有冇預算啦？唔係咯，問 TVB 嘅預算有幾多咯？你想唔想？我梗係想啦，同佢做幾開心先得㗎。嗱，呢啲事冇預算，我都嚟咗啦。OK 嘅，OK 嘅。你係咪真係好好老友？好老友，好老友，好老友，好多。佢睇住我大嘅，真係。我阿媽好中意佢。哦。真係㗎，我阿媽去紅磡演唱會，淨係去毛啟賢嘅演唱會嘅啫。